萧德、黄静雅、林慧玲、林美满。喂喂，要准备开幕局，紧来紧。慢点，慢点，爸婆。哎，来来，所有的人吼，伫边所有啊，即马行过来，这是电击大手吴俊麟先生，啊，这是爸婆啊，我紧。来，搁第二行出来，迄个是穿青衫的吼。无戴青帽啊，穿青衫吼，这是陈明章吼，吉他手陈明章，这是台湾最后一个民谣传奇吼，他伊家己讲的啊。过来，这是 piano 手吼，林慧林老师吼，帮钢琴手林慧林老师，好，鼓掌一下。上爱倒手边穿红色的衫是陈春杰老师，陈春杰拄好是这间学校的博士班的学生，也读足拄好啊。过来，穿迄、那个。敢那监狱囚犯的迄条衫，一条一条的花纹的，还是萧福德老师咱的贝斯的手，先煞做歌啦吼。上届课这边的，这是黄静雅老师吼，伊是这间学校的大气科学系的助教。来，拍鼓啊，拍鼓！钢琴的边啊是 Viola 吼，是咱台湾的录音室吼，可能产量上较侪，五十张唱片吼，四十张拢会唱和音的吼，林美满老师。因为老师隔壁是江宜章先生，是 Bill Violin 哦，江宜章。拍鼓啊，拍鼓！过来是我，免拍鼓啊。好来，这个电工拄好。杨奎纪念音乐会正式开始。欢迎节目主持人李敏勇先生。各位律师，各位先生，咱今仔日遮侪朋友集会伫即个所在，咱是要来悼念八年前离开咱的台湾文学前辈杨贵先生。出世伫1905年的杨贵先生，是伫个1985年来过身。伊过身的时是81岁。伫过身的时阵，咱伫台北，嘛有一场个纪念会，我也是迄个时阵，咱真侪朋友伫台北市议会地下室个餐厅，也遐个笑脸。今仔日我有看到真侪朋友，这个时阵嘛出现伫这个所在。我相信杨贵先生，予咱笑脸，是因为一生透过伊个文学。透过伊个社会运动个参与，来表现出咱台湾人伫近代历史上抵抗、追求台湾人尊严个迄个骨气、迄个信念。伊个人生有真侪咱台湾人个苦楚，但是伊个人生内底嘛有真侪咱台湾人个愿望。杨贵，伊活伫两个无共款的时代，但是这两个无共款的时代，拢是予咱台湾人有真侪真侪郁卒，真侪真侪压制，拢是咱台湾人咱的主体、咱的幸福、咱的自由，无受到真正的尊重的时代。尤其先生，伊是一个文学家，伊留落来真侪真侪文学作品，伊也是一个有真侪诶戏剧作品诶一个文学家。咱拢知影，伊日据时代因为反抗日本殖民地统治诶体制，有关过10几摆，但迄个10几摆是无到1个月。但是战后的1947年，
二八事件发生的时阵，伊来写一篇和平宣言，来表示期待伫台湾各种无共款的族群，新还是后壁来的移民，会当共同伫这个土地来和平，共同追求新生活。但是，伊被国民党政府掠去，伊迄个时阵有关啊十几冬。但是，伊一生伫绿岛的时阵，伊伫遐有缘有表现出来伊真坚强的生活意志。呢，伊留着真侪戏剧作品。咱今仔日要透过有真侪朋友来写出来对伊怀念的歌声，咱要来对举行一场的音乐的一个怀念的一个纪念会。咱相信透过这个纪念会，咱会阁进一步来了解，咱所少年离开咱已经八年的这个台湾文学作家。我相信，不管伊离开咱偌久，伊的精神拢永远在咱的心内。咱们开始的时阵，咱们来请一个朋友，杨清秋，一位小说家，伊伫杨飞先生伫东海花园，伫遐有哪个直接、个认识、个斗阵。咱们来唱第一首《秋天的野菊花》的时阵，咱们来请杨清秋先生来遮来甲咱讲啊，当时伫东海花园，伊所印象留落来迄个情景，咱即马就请杨清秋先生。各位小姐、各位先生，大家好！我已经袂记讲，我伫当时去甲杨贵见面，可能是二十几年前啊，差不多伫1970年迄几年诶时阵，我有一日去台中啊拍电话互杨贵，啊伊叫我去伊遐，啊我是暗时去诶，暗时我毋知影东海大厦伫底，啊嘛毋知影东海花园伫底，啊伊叫我坐车坐到东海大厦，啊。迄、那个站落车，啊，就要叫一个人来甲接。我迄暗坐到东海大学落车，啊，有一个少年囡仔甲接。迄、那个少年囡仔是林在竹，林在竹，林在竹即卖伫做主流报社出版社诶总编辑。伊迄阵啊是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诶研究生。啊，伊伫啊林在竹迄阵啊参杨贵大做伙，诶，大杨贵诶迄个草寮内底。啊！伊家己搭一间寮啊，伫遐住。啊！伊伫遐专门研究杨贵的作品，啊，写台湾文学研究。咱伫看迄个时阵，林在竹有发表一款即个有关台湾文学诶第一代作家诶作品的研究，是伫遐写。啊！林在竹甲我举一支电池，啊，甲我带暗时规个乌天暗地，啊，怎啊一直带行迄细条路，啊，真歹行。啊！我伫因暗时啊印象中有水声。啊！电池找到迄迄款迄个阿蒙托的细条细条迄个迄个环啊，啊，行到杨贵的住的所在。啊，迄暗我落甲杨贵伫遐困，伫遐困吼。啊，迄暗我杨贵摕一领毯仔我盖，啊，我参伊困做伙。啊，伊参伊困吼，伊讲一寡伊去绿岛关的情形互我听。啊，伊讲伊掠去迄时阵吼，因个后生短后生十一岁。啊，因大汉后生就开始卖油炸粿，啊卖迄个卖豆泥过日子，十一岁个囡仔，啊卖即个豆泥来饲家庭。啊，我听啊目屎淋淋过，啊伊趁啊家咧困，啊迄暗差不多我拢无困，吼、哦，大大山呼呼个风呼呼叫，教一领趁啊我拢教袂少，关几暝，转几暝，我毋知影用几下教会少个，爱困到关关叫，我规暝拢无困，我规暝拢无困，啊天光。伊煮饭互我食，天光伊煮饭互我食。迄阵啊，我看到伊个孙啊，杨翠，迄阵伫读五年诶，国小五年吼。啊，伫啊，我迄个早啊，参林在竹伫啊，啊甲杨贵啊讨论即个台湾文学吼，啊甲伫啊看迄个东海花园。啊，东海花园，咱知影吼，个杨贵伊敢若一个人伫啊做吼，无可能通啊有东海花园诶花吼拢种甲透。
伫了我的印象，差不多有一半的迄个花棚，有一半的所在棚啊种，差不多种一半尔。当然，一个作家靠这个卖花生活吼，这实在是真艰苦的代志啊。我若遇到一挂朋友，拢讲，杨贵咧卖花情形吼，杨贵家己种花，啊嘛家己打花出去卖，啊，尤其叶兆德不时甲我讲，伊卖花穿一双，歹破的，啊破的，头前嘴开起安尼，合咧合咧合咧，啊打花伫卖吼，咱会当体验讲第一代作家伫台湾这个农业社会的迄款情形，又有杨贵的生活情形啊，会当看出来。啊，后来我若去台中，拢会去东海花园街看，拢会去东海花园街看。啊，伫东海花园街看吼，每一届伊甲我谈到的一个心声，就是讲伊一生一个上大的心愿，就是要用东海花园吼来去文学馆。啊，伊甘愿伫啊做一个园丁，伫文学馆内底扫地、砖地吼，啊，让去啊大，啊去啊做研究吼，伊一生上大的心愿。我甲伊讲，啊，你钱要有底来，啊，伊迄阵啊甲我讲，后人甲伊设计啊，啊，后人迄落啊，各方面的工作拢有人做，啊，但是无钱，啊，我讲无钱要安怎做，无钱要安怎做，伊就讲，一块砖啊，一块一直一有哪贴有哪贴吼，贴到到尾啊，一间文学馆有哪贴会成，这是伊一直甲我讲，一直甲我讲，每一届的新闻拢讲到这个新闻吼，啊，即马杨贵已经气势变了，啊，咱。要袂看讲杨贵即个心中的文学馆，嘿，迄个形有出来无？到呾吼，咱希望讲咱伫只今仔伫只纪念杨贵的一挂朋友吼，大家会当努力吼，杨贵伊最后一个心愿就是讲伊东海花园来献做即个文学馆，啊，互伊文学馆会当起出来。啊，即若讲杨贵即伊的心愿即个达成吼，啊，对台湾第一代文学作家有一个纪念，啊，对杨贵有一个纪念吼。而且我要最后阁讲即个杨贵即个名吼，杨贵即个名，贵应该是高贵的贵，这是伊本名，高贵的贵吼。啊，高贵的贵吼，伊本身吼是读作贵啦吼。啊，根据我了解，就是杨贵吼，伊讨厌高贵，迄是贵，所以伊改作杨奎吼。啊，那杨奎应该读作杨奎啦，杨奎啦吼。啊，咱伫遮可能大家拢讲伊杨贵，杨贵是讲伊的本名啦。啊，那伊是真正。较无爱伊迄个本名，就是高贵的贵，伊是一个平民作家啦。平民作家就是体现咱农民的生活，啊，要为咱劳苦大众来讲话的一个作家，所以改做杨贵啦吼。啊，这是那照伊改本身改的名，应该读做杨贵，才我做一个见证，多谢大家。多谢吴清秋，咱第一条歌。要来表演就是秋天的野菊花，这是邓志宏作的词，邓志浩作的曲。伊拄仔讲到东海花园，确实是种一片啊，叫做原名是白色的菊花花。啊，伫咱即马伊用伫个花园花店内底看有真侪玛格丽特迄款的菊花。伫1970年的时阵，伊拄仔提出来林再觉啊，因为。林再觉伫英国回来了，即马是伫《连经》的总编辑啊。我会记迄时阵，1970年的时阵，我常常嘛伫迄个所在伫握花啊。咱即马要来开始第一个节目，秋天的野菊花。歹势，我阁要接两句话。Mr. Don Suckup Carburetor。欸，那個神經工吼，第一个事情很重要，这个我们要唱歌的时候吼，要现场录音吼，这边出单这个 CD 跟录音带啊，所以请你把 BB call 大哥大关起来，电点吼，啊，等下休息时间开我紧啊，那个闽南在讲话先开我紧啊。第二点，我咧唱歌先袂使翕相吼，啊，等全部拢了先，我咧继续咧唱歌，互恁翕一下吼。